工作还是休假？工作。宅家还是出游？宅家。做饭还是外卖？做饭。虐自己还是虐别人？虐自己。好看的皮囊还是有趣的灵魂？那当然是有趣的灵魂。花衬衫还是白衬衣？白衬衣。吐血还是哭血？来吐血吧。笑脸戏还是吊威亚？吊威亚。拍拍 vlog 还是自拍？自拍吧。健身还是钓鱼？健身。增肌难还是减重难？减重吧。减重。现在这个体重再减下去会更难。胸肌还是腹肌？腹肌。